下面我们来讲虽人吃虾的故事。东方确实不一般。你说这德行？东方也不一般。对。没吃过好的，那个螃蟹不一般。真糟践，能挣这么多钱，给特写。英镑的特写。我就想说，这两种虾还不到一天收入。到了是吗？不可能。三十，二十，真不知道。确实不知道。确实不知道呢。嗯。三十磅，抽没了。这抽的时间挺慢。对，我这掏了半天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虽人吃虾的故事就给您播放到这里，我们下次再见。